接触到这个，真的超好，没有接触过这个西虾可以让你抓抓到，也都让你看到一点点。我们那个在那大概是晚上抓，那你们钓什么？晚上你是说用那个光，然后诱它，然后抓它？对啊，你只要灯打下去，它就会下在那里，然后你在前面挥一下，它就往后跑，在后面抓起来。哇，太棒了，真的！西虾，整锅的西虾。不错。